2018年上映的漫威电影《蚁人二》中，皮姆博士一行经常开着一辆奔驰斯宾特穿行楼宇之间，作为通缉犯人。皮姆博士会用皮姆粒子将这辆奔驰斯宾特缩小，藏在玩具车收纳盒里。而他的收纳盒里面装着各种玩具小车，都可以随意伸缩进行使用。影片有一个高能片段，当蚁人的小伙伴获得了这个收纳盒以后，他拿出了里面最酷的一辆玩具轿车进行放大使用，于是一辆改装后的酷炫现代飞狮就闪亮登场了。而这让最为好奇的就是皮姆博士用的这个玩具车收纳盒是什么？在哥们帮助下，我看到了这款1968年美泰公司生产的风火轮玩具车收纳盒。又是美泰啊！风火轮的确是美泰公司旗下超有价值的一个 IP， 专门生产各种玩具小车。这款皮姆博士用的玩具车收纳盒和美泰风火轮同时诞生于1968年。50年前的风火轮为了跟当时最大的玩具车制造商火柴盒进行对抗，将自家的玩具车统一做成各种涂装改装车试样，成功的达到了差异化竞争的目的。在这50年，风火轮就像它的名字一样，风风火火，经久不衰。而自己的最大对手火柴盒，则在21年前就被美泰收购。不过蚁人二最大问题在于，皮姆博士的风火轮收纳盒收纳的玩具车没有一台是风火轮生产的，完全就是表里不一样。这里面的玩具车都是普通造型，倒更像是火柴盒的风格。风火轮自打1968年面世以来，销路一直很好，但有的观众就有疑问，这些玩具车看着精致，但怎么玩？不会只是观赏和收藏用的吗？其实这样的玩具车曾经有一个很流行的玩法，叫做撞头。车对对碰，谁先翻车谁就是输家。往往那些体积庞大或者车头呈流线的玩具车最容易获得胜利。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玩法很幼稚，这个玩法甚至被改编成了一款著名的手机游戏《撞头赛车》。两个玩家可以同屏对战，谁先撞翻对手车辆就获得胜利。不过这款游戏判定失败是看谁的驾驶员头先触地。虽然游戏中有上百种车辆，但有些车辆实在是让人无语，比如这群企鹅抬着轿子也能上场，还有这辆足球运输车，尼玛一不留神足球飞出，或者砸到自己头上缩成狗；还有牵着超跑的拖车，一个急刹惯性让后面的超跑一下砸到自己头上缩成瓜皮。不过既然是撞头赛车，怎么能少了风火轮的元素？游戏拥有风火轮的版权，玩家可以在选择风火轮玩具车和风火轮赛道场景参加比赛。一旦你拥有了风火轮，就在游戏中获得了先机。不过作为一款手游，它的铜臭味是无法避免的。这里面的风火轮赛车可不是用游戏金币抽奖就可以获得，而是要用一种成金螺丝才能购买。这里面的风火轮赛车从750到3500颗成金螺丝不等，全部买齐需要40000多颗成金螺丝，而3500颗成金螺丝就需要20美金，也就是说你要充1000多人民币才能得到这些风火轮赛车。而且奥厂长认为，风火轮玩具车的魅力可不只是撞头，而且像素画面也很难还原风火轮的魅力，再加上昂贵的氪金元素，这款撞头赛车手游对风火轮爱好者来说显然是不合格的。况且风火轮玩具车除了撞头还有更炸裂的魅力，在哥们的儿子手中，我夺得了他的风火轮赛车轨道。没错，只有配合电动轨道才能催化出风火轮赛车的魅力。
安装好轨道，在电动传轮的驱动下，风火轮赛车可以轻松的翻越流转轨道。然而一部风火轮轨道只有一小节，而且价格偏高，要安装起一套完美的轨道装置至少需要好几千元，这是普通家庭无法承受的。那么有没有哪款游戏能够展现出风火轮玩具车在轨道上的风姿呢？这里就要说一下风火轮官方授权冠名的风火轮手游 Race Off。这款手游由于拥有官方授权，完完全全还原了风火轮玩具车的轨道玩法。个屁！这简直就是特级摩托的换皮游戏，而且更难更不人性。玩家要么花费大量时间，要么疯狂氪金，不然你连第一关都过不去；要么你的车稳定太差，失去平衡落地就炸；要么你的车速度不够输给对手；要么你的车动力不足爬不上坡；要么你的车耗油太大中途没油了。免费手游做的这么硬核，说白了就是要你氪氪更健康。而且你一个赛车游戏做成横纵画面，真的对得起风火轮的速度吗？所以这款游戏也是不合格的。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款真正的酷炫风火轮赛车游戏了吗？不，接下来重量级游戏登场了。Horizon Hot Wheels. Our team's been busy building the largest, fastest, and most extreme island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Pinch yourself, boss. It's real.4000级别的高清画质，超大以平方公里计算的沙盒轨道，世界最先进的竞速游戏引擎，极限竞速地平线3的第二部 DLC 真正宣布了世界最强风火轮游戏的面世。个屁，轨道有了，画质有了，操控也是爽的一逼，为何还是不行？老大，你的主题可是风火轮啊，这么庞大华丽的风火轮赛道，整个游戏竟然只有四台风火轮赛车，微软你财大气粗，怎么可能连玩具车的授权都舍不得多买几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像是新婚之夜媳妇跑路的感觉，这样的美中不足实在是太致命了，所以依然不能算是合格。因此目前市面上没有一款真正能够完整体现风火轮玩具车的改编游戏，这对于风火轮爱好者来说不得不是一个遗憾。不过最大遗憾在于蚁人2中这辆酷炫的从风火轮收纳盒中飞车来的现代飞狮竟然没有被玩具化，我靠，这怎么可能？电影出同款玩具不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吗？可事实就是这款改装现代飞狮竟然没有出玩具，看来我们只能在游戏里面体会一下现代飞狮的魅力了。但本期节目最大重点来了，想要驾驶电影同款的现代 Face Turbo 在城市中自由漫游的游戏目前只有一款，那就是极限竞速地平线2，这是唯一一款收录了老款现代 Face Turbo 的沙盒竞速游戏。凭借游戏强大的改装功能，我们可以制作出和电影中差不多的涂装和改造，只是没办法做出那种酷炫的排气口。你可能觉得我做的太垃圾了，你可能觉得你比我做的好，你可能想要自己在游戏中自己改装还原，你以为你错了。极限竞速地平线2在今年9月正式停售和关闭服务，商店下架游戏以及游戏可以关闭兑换，所以玩家要在沙盒地图里面自由驾驶老款现代 Face Turbo 的梦想就泡汤了，唯一的办法只能使用二手光盘进行游玩喽。蚁人2中皮姆博士的奔驰斯宾特在香港地区最为常见，无论是路政、警示还是急救都在使用这款车型。你可以在一款叫做热血无赖的沙盒游戏里驾驶奔驰斯宾特冲锋车或者急救车疾驰在香港街头。我在视频的某处贴上了标签，并且在标签上填上了数字，如果你能找到这个标签，你就获悉了下一部视频的发布日期。